印象最深的一场演出，那就是可能是有一天我们在好像在台南演出，演出完结束以后，坐在一层的观众几乎80%的观众都要站起来鼓掌，当然因为是二楼我看不见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站起来，都是站起来鼓掌。这个如果是在大陆的话，观众结束以后站起来长时间鼓掌，这是一种，想挽留我们，想让我们再来一段的意思，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观众是非常热情的，至少我在大陆是很少这样的现象出现的。